张馨予因被发丑照发波呛声探班媒体，随后张馨予还晒出几张自拍，大方配文照片，网友纷纷点赞，女神还是很美颜的。虽然有人称赞，但也有吐槽张馨予玻璃心，人生在世谁没几张毁形象的丑照啊。近日刘亦菲出席电影版《三生三世》的发布会，各家媒体流出的照片中有几张抓拍照表情动作夸张，女神形象全无。白百合曾被拍到鼻孔出戏，表情也是最最大，机场时尚 icon 杨幂也曾马失前蹄，在机场被拍成1.3米。吴昕这组素颜机场照更是拍出了神韵，满脸写着我没睡醒。杨紫堪称机场时尚黑洞，本来身高就不占优势，还经常被摄影师拍成1.3米。邓紫棋除了众所周知的皮裤，这两张露头照也是充满了恶意，个子矮屁股大等特色暴露无遗。林允时装周的造型被吐槽，有一半的原因是这张照片把她拍成了哈比人，还有前段时间被传怀孕的陈乔恩衣服没选好是造型师的问题，还被拍出了一股韵味儿。有时候抓拍也能营造出莫名的喜感，比如郑爽张嘴大笑和宋茜这张夸张的表情包，大倩倩最近也是拼了。周冬雨早前素颜现身机场，照片中的她面色苍白，歪眼斜嘴的表情也是有失形象。